大家好，我是犬犬。一个多月没比赛了，这次来打狮子王积分赛。但是到现场发现我脚架的手机托架不见了。本来想说，那这次不出影片就当做纯运动就好了。没想到之前比赛认识的一个小朋友，他愿意借我他的脚架。有这次的影片都要感谢他。感谢归感谢，但我还是不希望进决赛后那么早就遇到他，因为之前已经输过一次了。结果八强赛分组抽签，偏偏先抽到他当对手。看一轮八强的名单，有两个人我没有把握赢，偏偏抽中了其中一个，这样四强无缘的。明明分组赛全胜第一名，晋级后却马上输掉。总之，菜就多练。影片开始前，记得帮我按赞。我希望年底可以达成10000订阅，虽然有点难，但还是会朝目标努力。另外，会员年终抽奖是10人以上才做抽奖哦。没有满10人的话，那我自己会准备每个会员一点小礼物。有兴趣的可以去看这支影片哦。那我们开始吧。